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月25号，开服149天，我们今天再来充个钱，充一千，来吧，先把这边新人币给它消耗一下，免费的钻石花一花是吧？充钱的，我们是买免费的，这个钻石感觉来10连升，把这一买下，是10个2000多钻石，来兑换一下，把钻石的都兑换了，铅笔底，4个也不是。这是他们的汤圆，我给他们吃一下。小龙以前做过饭吗？可以了。来168三个，二三个168，二三，一二三，6块冲到98，一个，这个1000块就省不下来，两个。50的2个，在充之前，咱们先充个68、98的2个，一个，再来2682个，再个418吧。来换了币，继续下。就可以了。领取下单笔充值的，也可以领2个单笔充值吗？前面换吧，换前面的，这个划算一点，还是出这个吧，外服红股吧。好，还有6个，来吧，这里还有人，这里能兑换10个，换一个，只能换一个，凤凰靴，还有1次钻石，就全部换完，咱们这是打那个副本给的，这东西是涨600多个，今天。我们把这600抽完就行了，是抽45还是600忘了？先抽400看一下吧，万一400就买了呢？哦，要抽600抽，还差15次。好，64就抽完了，这7个留着了，全领一下。限时活动，领取300个。就你4500累充，给你加个400块，充一个218。二幺八，你还说218？来这个兑换完，还有仙草，我们去给他抽了70个，13个钥匙，多给点钥匙啊！复活一下，加60亿征服突破，一下加60亿。这是不是赌鬼蟹人偶？一下加个600亿，再来600亿，1000多亿。雕刻的话，一件雕刻才8级，加个9亿，雕刻一件45级，加到加1500亿，咋3000多亿了？这次活动已经来激活，加到加400亿，再来200亿、300亿，再来300亿，好，已经加了4000多亿了。暗器白姐怎么还有呢？科技是一下加200多亿，又是。加个330亿，今天一件拉满，改造一件改造，加200亿，来投神异星加到加300亿，这里再来再加400亿，再来400亿，投先给他融进23吧，加到加70亿，来直接进6，加80亿，哇，今天10000亿感觉很容易啊，这边再升一下80亿。暗器不是有个升星的吗？我们先把这个升完，再加80亿，每一个都80亿，80亿，最后2个，再加80亿，最后一个，再来80亿，好，又是这么多，升星加161亿，升星加108亿，暗器白杰升星加20亿，加多少？加202亿。加200亿，再加个80亿，再加个90亿，这里一下两下50亿，再来加405亿，
一下加372亿，这平均升，这东西得平均升。升完加400亿，这个呢再加400亿，都是400亿，这边再升一下，这就没了，这里三级直接40级加多少，加138亿，这里再来40级减一级加多少，加156亿，这里差两级加140亿，这里再来升12级加多少，加171亿，直接14，这是说加10，这个两星升3星，再加200亿，这个就3星就算了，这边再来给它升下，升一下能不能升到3星，100亿，这里再来100亿，100亿，200亿，300亿，90 60的来升下79，加到加230亿，19亿3000万，看排行榜，第一是19亿6000万，这个200亿，200亿，130个，召唤完吧，好吧，咱们离第一又近了，最多再来一个活动咱们就追上第一了，大家一键升星加多少，加527亿，加187亿，以下加多少，加50亿，再来60亿，再来20亿，再来30亿，好，升完了50亿，后面就是消消了，武魂真身一键觉醒，再来天赋给他升一下元素之力，再来OK 了，谢谢，降了200亿，别急，200亿无所谓，给他穿上去就加更多，加多少，加217亿，阿银的话能给他升一下，元素10不够了，剩你的话随便升一下，谢谢，再悄悄的一键穿上，加500亿啊，这个再穿上再加个10多亿，来给他强化一下，拉满，加多少，加了40亿，可以，一个40亿，这里还有，把这里还有一个一地级的全部给它强化， OK， 这个升一下，这个升一下，这也给它升了，全部给它升了，怎么才加70亿啊，来抽一下这个吧，抽这个大家稍微等一下，谁打扰了我的陈述，我也直接就成了，他也知道有点少，老师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嘿嘿，听过史莱克吗？老师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多来点 S 碎片呀！三哥，我来帮你。嘿嘿，听过史莱克吗？谁反呼唤我？切，就这些杂兵，出手！升星，加190亿，小小升星，加200亿，这第一不就拿下吗？咱们重获我们第一了，看到没？好，加回来1000亿，这里再来升一下57级，这个应该更多。9级升10级，9级升10级，加了500亿，升个10亿。好，大家，咱们来看排行榜，咱们是第一，19亿7000万，在我们区，你看到没？打一下好，看好他的唐舞童，咱们的唐舞童，星辉月影，星辉月影，好。阿修罗神就是一失血了，十只血气，我们的唐王应该我们赢，好，唐王的一个技能没秒掉，十只血气，咱们王都还没死呢，王都现在还活着呢，好，他的唐普通快失血了，好，他的火焰耗死了，看没，这不就拿下了唐普通，王都直接虐他的所有，看没，直接拿下第一，这第一是谁我不说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了，今天就播到这，拜拜。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月27号，也是我们星罗开服的第151天，进游戏，要不咱们先充1000吧，半个月工资啊，暗器全买，魂灵买，暗器买，神器买，还有凤凰血可以买，这个三个仙品买，神器买，这个魔柱一盒得要，神器得要，这里得要收魂灵，这个必要，这个也要，好，来吧。这 VIP 礼包全部给他买一下，每周更新的可以买到 VIP 17，这里激活60天，来领取一下泰坦好礼两个30，这个得买，这里边钻石购买的先把钻石购买的买了，这神器6000钻石，这里神器6000钻石，这个得要8500，这个也要，全买了吧，这10个3000也不贵，
这边凤凰血，哎呦，来吧，168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好，两个六块，再两个30，再两个50，再来两个98，好，来冲一个，一个418，大家来领取一下神教锻造图纸，那肯定选图纸呀，这图纸换不完的，40个，这边就完了，来这50直接换吧，限时充值领取一下，你充领取一下，这里连充领取一下魂骨宝箱，再充100，记得来看好100，来158直接购买，直接一键领取多少东西啊？40个外附魂骨，这个先抽一下吧，6次。嘿嘿，听过史莱克吗？最后一次，好，180个碎片，枯木琴杰森星，以下加1600亿，升级加到加139亿，审判天平直接升他，没事，加40亿，食神塔升一下加55亿，再来永恒之眼，再来100多亿吧，这边能升星升一下，加8亿，加13亿，升星，加66亿。以下这里就90亿，差不多100亿，枯木琴加多少，加300亿，就剩这个满了，点满改造，加个36亿，建加个7个亿，换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五下，六下，总共加了40亿，吞噬60级，加200，这边再来加8级，这加的少，这加30亿，以下两下，我怎么差10个呢，金六加93亿，100亿，这一下子100亿，100亿的加，93亿，再来93亿，全是93亿5000万，等我们把这有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石头波，等一下，我看已经涨了4000多亿了。最后一个，再加个93亿，加300多亿，我操，加个100亿，这几百亿加是他喵的真爽啊！来剩一下一个、两个，加300多亿，这边再剩下，加318亿、400多亿、427亿，这东西先卸下来，这个也卸下来，这个也卸下来，来。给他装上去，装上去，后面就给比比东装一个，看没，又涨了2790多亿。那我们今天战绩就到这了，20万亿，稳居第一，咱们还是第一。现在潇潇一键升星，加个167亿。这游戏最新区啥时候开？这新区也是一样的，这游戏先是中午12点开区，好吧？今天我们这号的任务就到这了，今天就播到这里了。